我集美貌、帅气、才华于一身的新晋实力派男演员顾驰君，在拍戏的过程中真的遭遇车祸也就算了，更离谱的是，我他喵的竟然变成了一只猫，娘了个腿的！我说我能听懂动物说话。您这检查结果没有什么异常，要不您再去那个精神科看看吧。真是病急乱投医。我在这儿，我是顾驰君。医生说可能是伤到了大脑造成的昏迷。没有昏迷，回头我在这儿是变成了一只猫。猫，你们到时候回头看看我呀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是？我的猫好像走丢了，快来接它回家。先生，原来这是你的猫啊。不是，喂，你要把我带去哪儿？这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吵死了，我得想个办法让他知道我是顾驰君。我是顾驰君，因为车祸我变成了猫，只立刻联系我的助理，如能相助便有幸。搞定。给我亮，快亮，拜托拜托，给我亮起来呀、啊！果然猫爪一无是处。你果然不记得我了，还真是跟以前一样，不待见我。啊，那是……喂，看这里，快看！我不是猫，是人，我是顾驰君。傻猫，你真能听懂我说话？嗯，那太好了，你快去帮我联系一下我的助理，让他快点来接我。我凭什么帮你啊？我可以给你钱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那我想要一只听话的猫，你可以吗？什么意思？你羞辱我？你竟然想让我做你的猫？想都别想！可恶，那个人居然真把我当只猫，他休想！喂，我要睡床。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喂，你听到没有？吵死了啊！很好，让我当猫。那就让你见识一下猫的厉害。哼，这下有的你忙活了。